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夜晚二，有，我看了一跟二吧。看有没有三啊？我记得最近好像又在说什么夜晚呢，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防火女嘞？ Welcome home, Marshall. 升级。Farewell, 还有一万多，我要到。May the flames guide thee. 一万，哎，四万多才可以再来升。我看我有没有东西可以吃。会不会太多啊？我先吃这个看看好了，统一食用，看这样会有多少。哇 ！Welcome home, Ashen One. Speak thine heart's desire. 夜晚原力觉醒，真的假的 ？Very well. 真的叫原力觉醒哦？你们在骗我吧？怎么可能打上太空？我不信，我也傻傻的被骗了。不会，别想，门都没有。跟上马子上太空，是吗？为什么他会上太空啊？他不是那个，他不是古代人吗？叶问。这两个演员都去演不知道的算新的还是旧的星际大战电影哦，原来你们是在说甄子丹去演了别的电影。我想说叶问怎么可能去上太空，真是的。干嘛隐藏了是吗？这感觉就是一般道路啊，不太有隐藏感。长道路在哪？星际大战侠盗一号，好哦。我最近比较期待那个刺客教条，我没有看到隐藏道路哎。听说这次武打用了很多武器，就是没有用到光剑。星际大战我记得就是用光剑的吧。哦，都还没有走进去了，这边感觉就是可以打。No。日币不是电影公司吗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被虚到爆嘞？这全新的怪物有点凶悍呢。熊，你在那边笑。对啊，刺客导师 AGO 应该不会很惨才对啊。哦，踏上古龙道路，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在那个去古龙的地方，你们又这样告诉我，就是要来这边拿这个。这种小怪物看起来一副鸡巴样，看没下还蛮猛的。等一下，宝箱后面有隐藏墙壁。好啊，宝箱，真的假的？宝箱，上去龙城全都这么凶。
要看啊，什么不要看？要看。我还以为很好看，我满心期待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可以下去吗？下面还有东西耶，还有萤火耶。哦，可以。无主墓地。怕啥？我怕太高，我就摔死了。不好看，没有。不管，我要看刺客哎、欸！作为一个刺客粉，怎么可以不看呢？里面的王是真英雄谷的，是哦，我进去看看啊。这里好黑哦。一片黑漆漆的，嗯，难道说是穿？哎呦！哎呀哎呀！难道说传说中的龙魔岛是转职？龙魔岛是转职，让我想一下，风之谷的那个，我已经忘记那时候怎么转职的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风之谷，熊，你是很害怕吗？然后我先直走啊，这里真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刚刚在这边被咬死，这次快也是蛮凶的。做主懒惰，直接复制贴上，是我出生的地方。你们怎么知道这是我出生的地方？我怎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出生的地方？啊！真的啊，我是刺客粉，我从。刺客一玩到枭雄，只要是大片的我都没有漏掉。我忘记在哪一个机台上面出，就是就在它上面有独占的，没有 PC 版的那个我漏掉。然后现在新的那个中国啊、俄罗斯那三个叫什么、啊、编年史，那个我还没有玩。因为它是 2D 的，比较不吸引我。丢个火球照亮怪物的世界，其实我应该可以拿火把。既然说千鸟是什么刺客粉，千鸟可是刺客大师，对刺客教条剧情了若指掌。这刺客角色如数家珍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你太抬举我了！喂喂喂！我要死了！真的，你们不要这样了！开火把是会让他们看错，对不对？这代三人真的很嚣张，普遍战力有高，五
觉得我会在这边被小怪砍得很凄惨。其实刺客真的是蛮黑历史的，之前的影片。我还是默哀前进好了，我宁愿看不到，也不要被发现。二零古堡七好像比较以前的二零古堡迷都不太满意嘛。哦，我是因为之前二零古堡都没有接触过，所以其实并没有像大家一样觉得很笨之类的。玩过那个试玩版，觉得还不错，还蛮恐怖的，有点兴趣。就玩刺客三、黑骑还有枭雄。刺客的 SO 那三片重置在片之上，其实还蛮推荐的。那个是算比较好玩的刺客交响。那三片我觉得是最棒的。可以考虑买一下。不如为了支持灰衣平权，让克里斯跟李昂结婚算了。他们两个在里面很闪吗？哇！磨干掉，太囧了吧！不，有必要提？是吗？挺喜欢，嗯。你也喜欢哦。刺客较少，只有，哎呦，只有三号黑骑没有气干其他的，因为他重复实在是。如果没有耐心的话，会玩不下去。同志支持男同志杀，不然差别待遇啦。讨厌政治议题，我觉得同志结婚不能算是政治议题吧。看影片右下角。炮兵战战太崩了，腰酸背痛。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？对，欢迎平权政不是政治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是哦。比较喜欢长发，对于黑长直没有什么抵抗力。试完尼尔，尼尔是什么？糟糕，我觉得我逛到晕了，我到底现在应该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啊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硬啊！
有刺客的说，结果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打倒一只。好啊，好，我来回头看一下，我好像跳掉不少。嗯，土狗达人，我没有虐待动物，没有，我让他死得很痛快。黑长子，我厕所的时候也常常看到，你该不会是说上出来的东西吧？看这样，嗯，爱是无罪的。为什么心愿要引进？因为我要看呢、啊，虽然不是这样啊。爱是没有罪，人是有罪的。这个嘛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熊别哭。众人，什么是众人？众人不是不也是他们决定的吗？我只知道活着就会遇到很多事情，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比如说跟谁结婚。等下，我需要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这个台子是我刚刚进来的地方吗？二三到二五是那个。深夜动画的表示方式代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。戒指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会增加元素灰瓶的量，真的厉害吧？所以玩到现在，你还是不觉得这里跟你一开始出来的地方一模一样吗？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出来的地方，我已经忘了。每周五二三到二五，对啊，就是对，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。你是来看游戏直播，不需要压力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想要讨论是可以啦。其实，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，25,000哎，只是调好要新地图转。什么是政治的部分的话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它的定义是什么，我是不清楚啦。大家记不记得古龙的那个要怎么去啊？等一下。所以王在里面吗？我有漏吗？好，我再找一下。我现在漆黑，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
这边已经去过啦。我刚不是绕一圈了吗？是先绕对面。啊，你说古龙的位置好。可是你们不是说有虎达吗？我要找虎达的话，我真的看不出这里跟我出生的地图有像。我这样是不是太蠢了点？如果跟我出生的地图一样的话，应该有个地方可以跳下去啊。哎，这边刚刚我没有来过。哦，这个地方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到这里我就真的扔出来了。偷懒，好偷懒。你们这样追我要怎么打啊？哎呀，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